十二个苹果，二十张票，二十二本书，四十二台电脑，六十二只猫，九十二条长裤，数数，数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星期五，星期五，周五，周五，一个星期，一周，一个礼拜，星期一，周一，星期二，周二，星期三，周三，星期四，周四，星期五，周五，星期六，周六，星期天，周日，礼拜天，礼拜日，星期日，周末。今天星期几？读词语或句子。Please read aloud the words or sentences by yourself.
OK, 跟我读。家教得，可惜我周五得做家教。我周五得做家教，真可惜。自己领免费赠票。星期五我去领赠票。星期五我自己去领免费的赠票。校园歌手演唱会行，我们星期五去演唱会。我们星期五去校园歌手演唱会。我们星期五去校园歌手演唱会，行吗？完成对话。Please complete the dialogue according to the pictures. 跟我读。今天星期几？今天星期五。明天星期几？明天星期六。明天学校有校园歌手演唱会，你看吗？明天星期几？
明天星期四。真可惜，我明天得做家教。什么时候可以领免费的电影票？周三可以。明天吗？不是，是后天。明天周二。Text. Let's listen to the text and try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. Question 1. 玛丽去做什么? Question 2. 演唱会什么时候开始? Question 3. 林宇明为什么不能去? Now let's listen.玛丽，你去哪儿？我去领票。你领什么票？学校星期五有校园歌手演唱会，我去领免费的赠票。是吗？你也帮我领一张票，行吗？不行，我得帮王芳领票，一个人只能领两张票。那我自己领。演唱会什么时候开始？周五晚上6:20。周五晚上？哎呀，我不能去，我得做家教。真可惜。再听一遍。Let's listen to the text again. While you are looking at the text, and check your answers. Now let's begin. 玛丽，你去哪儿？我去领票。你领什么票？学校星期五有校园歌手演唱会，我去领免费的赠票。是吗？你也帮我领一张票，行吗？不行，我得帮王芳领票，一个人只能领两张票。那我自己领。演唱会什么时候开始？周五晚上6:20。周五晚上？哎呀，我不能去，我得做家教。真可惜。Now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. Question 1. 玛丽去做什么？玛丽去领票。Question. 玛丽去领什么票？玛丽去领免费的赠票。Question 2. 演唱会什么时候开始？演唱会周五晚上6:20。Question 3. 林宇明为什么不能去？因为他得做家教。Question. 他什么时候得做家教？他周五晚上做家教。Now let's listen to the text again and try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. Question 1. 这是一个什么演唱会？ Question 2. 玛丽能帮林宇明领票吗？为什么？Question 3. 林宇明不能去看演唱会，玛丽觉得怎么样？ Now listen. 玛丽，你去哪儿？
我去领票。你领什么票？学校星期五有校园歌手演唱会，我去领免费的赠票。是吗？你也帮我领一张票行吗？不行，我得帮王芳领票，一个人只能领两张票。那我自己领。演唱会什么时候开始？周五晚上6:20。周五晚上？哎呀，我不能去，我得做家教。真可惜。Now check the answers. Question 1. 这是一个什么演唱会？这是一个校园歌手演唱会。Question 2. 玛丽能帮林雨明领票吗？为什么？不能，因为一个人只能领两张票，他得帮王芳领票。Question 3. 林雨明不能